你想来我们霍府做丫鬟？我想，我做梦都想杀你。15年前，这里是我的家。直到眼前这个戏子来到府上，打破了我所有的幸福。爹，你也想天天听他唱戏？原来我们家小千金也这么喜欢听戏啊！那爹就把他请到府里了。你怎么穿我娘的衣服？景月，你爹马上就要娶我做二姨太了，以后你就叫我娘好不好？爸，真是不听话的孩子！你这个坏人，我要告诉我爹，把你赶出去！你爹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我转移了你们顾家所有的财产，调换了你爹的情报，你们家呀被判若为通敌叛国，很快就要家破人亡了。锦月，一定要照顾好弟弟，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千万不要出来，知道吗？嗯。霍府家，啊，我早该知道你和这个贱人是一伙的，你想造反吗？总督的位置你坐了很久了，也该轮到我。我和你拼了！我很好奇，这云城那么多豪门军阀，为什么偏偏想来我们霍府？听闻霍夫人心地善良，我敬仰您，爱慕您，希望能得到您的庇佑。你很幸运，跟我进来吧。这孤独军通敌卖国，一夜之间满门抄斩，活该他被选手失中。听说新上任的霍督军和霍夫人正在全城通缉顾家逃出来的小千金和小少爷呢。我要夺回属于我自己的一切，让你血债血偿。你怎么哭了？回夫人，这是血水溅湿了。哼，瞧我，来人，给他拿把伞，不然还以为我沈佩云欺负他呢。进入霍府，只是我复仇的第一步。沈佩云，你准备好了吗？督军日理万机，辛苦了。
传闻沈佩云和霍正廷成亲15年，恩爱如初。哎，我还有军务要处理，早点睡。真讨厌！原来越平静的湖面越深不可测。夫人，需要我帮您试探一下吗？你在这儿干什么？回杜鹃的话，夫人命我给她备洗澡水。你是新来的吧？不知道我这房间不能随便进吧？出去。是杜鹃。杜鹃，对不起。站住！站住！你的发簪掉了。谢谢杜鹃。你头发上喷的是香香日味吧？不是，是紫色的茉莉花香，有安神助眠的功效。送给你的茉莉花香，我很喜欢，谢谢杜鹃。在这里，不要让我抓到你啊！光明，紫色茉莉花的花语是猜忌，小心。夫人，祝你今夜好眠。毕竟这是你最后一个寒假，这15年来我夜不能眠，为的就是让你尝尝从天堂跌落到地狱是什么滋味。今天你手机不错，还可以。郭太太，你的手镯真好看，这是我的嫁妆。出牌，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杜鹃夫人，披着伪善的面具，实则人面兽心。15年前，她偷走了我母亲的翡翠手镯，以及我的父亲。更多。这不是我夫人的嫁妆，摘下来。宗洛，那个守旧的女人在城上一定很无趣吧？你要是把她送给我，我就全身上下只带着她，唱戏给你看。我进入霍府，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荡妇的丑恶面目。你个贱人，居然敢偷我手镯！我没有偷东西，夫人。还敢嘴硬？今天只有你到过夫人房间。夫人，孤儿驿房里没有您的手镯，那就是藏在身上。没有，把它给我带出去，带到院子里，让下人们好好看看，偷东西是什么下场。夫人。还敢嘴硬？今天只允许到过夫人房间。说，放开我！
真相看得清楚，我的身上有没有手镯？夫人，您的手镯找到了，就在妆台的角落里。这怎么可能呢？我明明放进梳妆盒里的。好了，都是误会，给他道歉。给他道歉？他可是个贱婢。去，看倒是您对一个贱人百般维护，看来咱们府里是要添新人了。三天后要举办云城夫人的竞选，我奉劝你不要在这个节骨眼惹事。对不起，督军。起来吧，受这么重的伤不好好休息，那个女人简直就是胡闹。夫人一向如此，奴婢已经习惯了。这是府上军医祖传的药膏，对您的伤口有奇效。嗯，谢谢督军。只是奴婢在府上病如草芥，没有可以擦药的夫人，您应该高兴啊！这些手段都是我从你身上学到的精髓。夫人，是我陷害了你。虽然我报复的手段并不高明，但以恶报恶，相信学堂老师说，有一种生物叫寄生虫，他们喜欢寄生在别人的那种。然后慢慢吞噬着。你给我唱戏听呗。不属于他的一切。我最讨厌唱戏了，这种寄人篱下、受尽白眼的日子，老娘受够。那你喜欢什么？我喜欢你娘的一切啊，她的衣服、珠宝、家世、地位，还有她的丈夫，都喜欢。你看，是我穿这件旗袍好看，还是你娘穿好看？上次手镯的事儿，是我错怪你了。没关系的，夫人。但是你也得理解我，这里是总督府，云城第一豪门。你看，像家里的这些下人，整天看着主子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这时间久了，难免会动坏心思。是，只是接触了原本遥不可及的东西，就想占为己有。你说，他们是不是很蠢？夫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算得到了，也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失去的。你很聪明。能明白这个道理，只可惜你并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让我来点醒。夫人，云城第一夫人的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应该过去。就这么让你死了，可太便宜你了。这场你复仇武林的戏才已经打好了，怎么能去了您这里去？夫人，准备承受更猛烈的怒吧。你怎么穿着我夫人的衣服？您觉得我穿这件旗袍美吗？很美，但这不该是你拥有的。可我就喜欢夫人的东西，她的衣服、她的手镯，还有她的……什么？杜鹃，帮我系上好吗？
恭喜夫人成功晋升。忙戏就要开场了，准备好了吗？果然是你，这贱人！恭喜夫人竞选成功，我永远爱你。夫人，这是我给您准备的惊喜，喜欢吗？恭喜夫人成功晋升。杜鹃，今天是夫人竞选成功的日子。嗨，瞧我，这么重要的事儿都给忘了。没关系，我都帮您准备好了，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中。吓我一跳啊！我还以为我们家振廷有新欢了呢。哎，您真是说笑了，谁不知道霍杜鹃对您可是情有独钟呀？这也比不上陆先生对您。他呀，就是个榆木脑袋。杜鹃，不好意思。抱歉，我先换下衣服，继续。好，继续。谢妃妃，你没给我准备个惊喜，我就不会怀疑你。哼！夫人，你在这儿做什么？我在给夫人准备茶歇。这里面还有其他人？没了。夫人，夫人。知道自己哪儿错了吗？我不该离开夫人的视线。别以为你给我的是惊喜，我不喜欢，滚回去。是。难道是我不认？那你闹的啥？但是我知道你需要我。好，你猜我今天穿的都是什么颜色？你不是不喜欢看吗？我问你，是总督厉害还是我厉害啊？你厉害。对呀，这什么意思啊？对呀，想滚哪去了？干嘛？发生什么事了？你猜我今天穿的都是什么颜色？你不是不喜欢他吗？总督厉害，对我厉害。你厉害。这可是精彩的好戏了，喜欢吗？这女人真是不知廉耻！贱人，真的是畜生，胡子浪荡，也不知廉耻！低贱的信任，根本配不上我们云长第一夫人。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不喜欢他吗？我问你，是总督厉害，是我厉害？你厉害。不是这样的，这是个误会。你这个贱人，勾引我丈夫！不是这样的。是有人陷害我的，你听我解释，人不是你
这样的？这个女人罪有应得。15年前，她进入我的家，害得我家满门抄斩，父母双亡。15年后，我进入他们家，为的就是把这里变成人间地狱。终于老天有眼，帮我。于是我搭好戏台，把这场好戏的男女主角聚在一起。计划一切顺利。夫人，你在这做什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瞎吗？你没长眼睛吗？你夫人让我去茶歇给她送外套，我要回去收拾餐桌，我都忙晕了，对不起。衣服给我吧，我帮你送过去。谢谢先生。猎物上钩了，一场好戏怎么能省得点观众呢？我要把沈佩云虚伪的面目写给所有人看。杜军在宴会门口发现了这个。好、哦，先不打扰了。哎，你不是不喜欢山吗？总督厉害，我厉害。事情不是这样的，这是个……你这个贱人，勾引我丈夫！不是这样的。是有人陷害我的，你听我解释，这不是这样的。个不知廉耻的女人，我休了你！杜军，听我解释！你给我站住！你这个贱人，勾引我丈夫！不是这样的，真不要脸！你说，照片我都看到了，你还想怎么解释？贱货，勾引我丈夫，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这还远远不够。休妻，这是我复仇大戏的第一场，压轴戏，然后一个女人被当众休妻之后是怎样的心情？振宁啊，你来的正好，快帮我看看，我穿这件旗袍跟王太太打麻将怎么样？你的奸情闹得满城风雨，还有心情去打麻将？那当然啊，要是没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怎么帮我的督军屠城满门呢？胡说什么？你们都下去吧。你这种贱人就应该进猪笼，我堂堂云城总督的脸面全都被你丢尽了。脸面？要不是当初我在暗中帮你调换了顾怀安的情报，你怎么可能从一个区区的副将升成如今的总督呢？别跟我装清高了，要不是你当初认清现实，怎么会娶我一个带孩子的女人呢？难道你就没利用我吗？嫁给我之前，你不过是个受人白眼、任人可夫的戏子。住口！要不是顶着我的名声，你能在云城圈子混得风生水起吗？这些年咱俩相安无事，但现在你触碰到了我的。慢着，我听说这最近军中影响紧缺，人心躁动。不知道这50万银票能不能让你降低底线？我还要你云城名下那套万亩豪宅，只有园林里的鸟语花香才能抚平我心中的伤。谁的生日？庆祝我们新的开始。
看你也偷听到了，这督军夫人可没那么好的。男人的宠爱不过是一时的消遣，这唯有利益才能留得住任何人。夫人，受教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你在搞。您知道，夫人，您不会赶我走吧？就你这点小伎俩，也配在我面前舞？我料你也没多大的能耐。其实留住你也无妨，毕竟。在这么多想上位的丫鬟，我最喜欢你给我泡的咖啡，真香。夫人，您真是错了，我的戏还没唱完呢。已经五天没吃饭了，给点钱吧。别给，他说要黑姐，不是乞丐，是什么？你是刚到云城吧？云城现在兵荒马乱的，山上的恶贼烧杀抢掠，不够，不给我钱，你就死吧！滚！对付这种人，就要比他们更狠。你伤得很重，送你去医馆。霍少帅好。啊，天灵啊，可算回来了，怎么样，一切都好吧？快让娘看看有没有哪里受伤啊。娘，可不是小孩了。啊，走，回家，回家。啊，听说少帅在前线打仗大获全胜，如果我能嫁给少帅的话。你别做梦了，我们少帅是天下无敌的盖世英雄，横扫千军的英勇领帅，以后肯定会跟夫人选定的千金联姻的，是吧满意？那不一定。少爷，拿下去吧。这什么呀？行军打仗太过枯燥，找点乐子消遣一下。娘不是不让你碰这些玩物丧志的东西吗？可是行兵打仗的少帅，未来的总督。可惜，比起舞刀弄枪，我更喜欢唱念做打。夫人，您的儿子不像你想象中的那样，这场戏越来越剧烈。
下这么大的雪，你的人在外面做什么？我办错了事，所以被罚了。确实该罚。一个下人居然敢穿我的鞋。可是越困难的事情，我就越感兴趣。少帅不也一样吗？我没太明白你的意思。少帅把夫人咽气的戏服藏在房间里头，就不怕被发现？如果你以后每天来家教我唱戏。 我就可以不告诉夫人，这是你和我两个人之间的秘密。你很聪明，也很漂亮，那你就不知道"虞姬红颜薄暮"。能得楚霸王如此，丈夫中最美好的爱情，倒也不错。原来你是在勾引，那你上钩了。 燕玲啊，最近冰店的怎么样？挺好的。少帅，请用茶。谢谢。店主，你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的，费了不少心啊。夫人，奴婢不敢了。娘，别这样。燕玲，你先进去休息会儿。 你一个低贱的丫鬟，不好好伺候，整天痴心妄想，想勾引少帅，你安的什么心啊？管家，是，把他给我送到窑子里去。走，王夫人，王夫人，不要哭了！你们几个都给我看好了，明天要是再痴心妄想，想勾引少帅，这就是你们的下场，听到没？听清楚了。 天灵啊，娘这都是为了你好。什么？那当然了，你可是娘最爱的人，以后这些丫鬟再勾引你，你可千万别理他们啊。 据说接近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勾起他的挑战欲。少帅，你来啦！猎物有上钩。没想到少帅仗打得那么厉害，对戏曲也有这么深的造诣啊！看来你还挺了解我的。我羡慕你，小时候我最喜欢听戏了，但是长大之后便再也没听过了。为什么？因为有人害得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啊，我开玩笑的，少帅，我家穷。
我还只是个丫鬟，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有你了。少帅，可以帮我把他带上吗？怎么了？没事，想起一位故人。爹，我也想要那个金蝴蝶步摇。小姐喜欢，你要穿的荣幸。娘，你说过要给我的。混账东西，总督千金想要的东西你也敢抢，闭嘴。别想过人了，少帅要珍惜眼前人啊。少帅，这个金蝴蝶步摇是我从小一直带在身上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这么珍贵的东西，你舍得吗？越珍贵的东西，当然要送给最重要的人了。我早该料到，那个女人唯一的弱点是你。儿子，儿子，娘唯一心疼的人就是你了。再过几日，别说是一个步摇簪了，整个总督府都是你的。看来要击溃他，我只能。午夜，我要去寻找我的猎物了。少帅，怎么失望了吧？看来这个家真没有什么事情能瞒得住夫人。你这个下贱的东西，竟然敢打我儿子的主意！你还笑得出来？看到你这般恼羞成怒，我就知道我这一次到此寸。先是我的丈夫，再是我的儿子，你是冲着我来的。你说，你究竟是谁？你猜你这一路走来，到底伤害了谁？想找我报仇的人可太多了，我要是想弄死你，比弄死一只蚂蚁还简单。那我们便走着瞧。陈管家，把他给我卖到歌舞厅去。这样下贱的东西，不配留在我府上。是夫人。娘，娘，怎么今天府上的下人变少了？最近战事吃紧，府上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天灵，今天是娘的生日，今天呢，我约了林家的小姐陈子晴，跟我们一起去看歌舞演出。我们二去不久，正好跟林小姐熟了，得了。娘，我说了我不喜欢她，您别替我多嘴。不行。你今天必须陪我一起去，娘还给你准备了惊喜呢。听话。我最怕最怕夜夜梦梦，
还记得风雨里和你相逢。早知道这个下贱的东西就是登不上台面，还妄想勾引少帅加入总督府，简直是做梦。天灵啊，你可别被他迷了眼着了道。伯母啊，你认识台上这位小姐吗？小姐，她就是我府上一个低贱的丫鬟，让林小姐见笑了。娘，不许你这么说她。伴我今日孤独，你给我坐下，别让这个小贱人扫了我们三个的雅兴了。天明啊，今天你跟林小姐好好聊聊啊。少帅，娘，我出去。管家，你不得颜色瞧瞧，但凡长长记性。人家要和我勾引，就说你可会勾引。哎，放开我！我放开我！你还有什么勾引？走！救命！都给我滚！少帅，你来了。对不起，我来晚了。伯母，这就是你说的好戏吗？天林，快放开这个小狐妹子，跟娘回家。天林，现在居然敢忤逆我！夫人，你能想到的我都替你想到了，不然你以为我会乖乖配合你在这里唱歌吗？天林，可以帮我上一下药吗？不知可否再见。抱歉，我没想到我娘竟如此过分。满意，如果不能。一寸土，一年木，一花一树一坛土。天林少爷怎么还不回来？眼看要零点了。快派人去找。是夫人。放心吧，会回来的。你哪次收了天林学习过呀？竹林最爱的人是我，是我。夫人，你知道被最爱的人背叛是什么滋味吗？听说你很喜欢勾引男人，他给你多少，我给你双倍。听说你很喜欢勾引男人，他给你多少，我给你双倍。想让我放了？不，我要你们继续陪他。万一不去呢？没有万一。娘，瑞林，祝你生日快乐！以后每年生日我都陪你一起过。瑞林，年年以为傲的儿子失约了，夫人，准备好失去你最爱的人。
都进来吧，这些都是给你准备的。金莲，少帅，少帅，少帅，府上进流民了，太太都受伤了。什么？娘，娘，娘，居然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娘说的有错吗？霍婉意跟外面那些低贱的流民有什么区别？你离家出走那么多天，他把你魂儿给勾走了？娘，我看您是真的病了，病得我快不认识你了。您怎么能让一个流氓去欺负一个女子呢？他是想攀高枝，娘是在好心提醒你。您少打着为我好的名义作恶了。从小到大，什么事情都是您替我做主，您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是因为我的安排，你才成了今天赫赫有名的少帅。你现在对我说话就是这个态度吗？最后再说一次，我不喜欢打仗，我喜欢唱戏。住口！最后再说一次，不喜欢打仗，我喜欢唱戏。住口！娘费尽心思把你带进豪门，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让你成为了云城赫赫有名的第一少帅，甚至未来的祖国都是你的。你怎么总是辜负娘的期望呢？因为我不想杀人。你不想当少帅可以，你的人生你想往左走，想往右走，娘都可以不干涉，但是对都不能往下走，重蹈娘的覆辙，成为人人嘲讽的戏子。娘，你知道为什么喜欢唱戏吗？因为唱戏的世界很简单，不像你，你现在这样，我还不认识你。天雷，娘在最后好心提醒你一句，顾婉意那个死丫头，绝对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至少，她不会骗我。娘的生日你不来，没关系。明天是你和林小姐的订婚宴。你必须来，否则就别让我知道了。娘，不是给过你们钱了吗？你还来干啥？原来你让我爸配合你演戏，骗的是个督军府少帅啊！这要加钱，你不给钱，我们就去闹到总督府。敢威胁我，你们惹错人了。所以你假意说欺凌，就是为了上演一出英雄救美。连你也骗我，连你也骗我，我可以解释。但我只告诉我未来的丈夫。抱歉，我对你兴趣还没那么大。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少帅，今天是霍夫人为您和林小姐精心筹备的订婚宴，您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啊。她高兴得很。天灵啊。子晴也会跳西洋舞，我觉得我们应该很投缘。我看是他的家族地位和您很投缘吧。霍天林，我劝你不要今天在这种场合跟我吵架。天林哥哥，我可以邀请你跳一支交谊舞吗？不行。这是什么感觉？见你一下。怎么又是你啊？他不可以与你共舞。因为他是我的未婚夫，霍先生，我可以邀请你共舞一曲吗？听说你之前可是霍府的丫鬟，交谊舞你会吗？我会跳舞的时候，你父亲还只是个小孩。霍先生。我可以邀请你共舞一曲吗？
你又骗我。为了吸引霍少，我只能使出跟他相同的本事。跳的不错，你喜欢吗？继续努力。你也学会了骗人。我的舞跳得好吗？你觉得伯母喜欢我，只是因为我会跳舞吗？像你这种丫鬟命，就算跳得再好，也休想和天灵哥哥在一起。虽然我们穿的是同样的鞋，但走的可不是同样的路。我是云城副将林家的千金，有家世，有地位，而你呢？虽然你和我穿着同样的高跟鞋，但是我和天灵走的路不是你能走。我一无所有，所以我不怕失去。我可以像个疯子一样大喊大叫，像个泼妇一样打架，但是身为千金大小姐的你，吓唬谁呢？你知道吗？高跟鞋除了美丽，它还可以是一件利器。你想干什么？你要是再敢跟我抢男人，我就把高跟鞋插到你的眼睛里，你最后看到的画面就是你的血喷到我脸上的画面。哦，对了，你知道眼珠子破碎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哦哦滚！看不出来，顾小姐胆子还真是大呀。霍少不就是喜欢我胆子大吗？我不仅喜欢你胆子大，还喜欢你的坏。我还有更坏的，只要霍少肯跟我走，我就把我的一切都给你。天灵。现在就白妈妈一个人在这儿，这里这么多宾客，你要是走了，不会成为全云城的笑话的。娘，您演技真是越来越差。午夜，丫鬟带着她的少帅离开了华丽的礼堂。你个小孩子，抢我男人，你想要东西啊？啊！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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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疯子是我的亲弟弟。是吗？15年前，我们家被灭门。然后呢？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弟弟来了这所破庙里。你知道失去父母只能靠乞讨为生的滋味是什么？饥饿。这位我是老大，你快赶快给我抢吃的了。不许欺负我弟弟。我正在帮你弟弟打朋友，没那么饿了。弟弟也给，还给我！想吃人拿呀！这里交给我的，就是要像个野兽一样去争、去抢才能生存下。但我现在想要不只是生存。那你还想要什么？我想吃最好吃的，穿最漂亮的衣服，住最大的房子，所以得到你，我就可以得到这一切。秘密实在太重要，你也可以利用我，我们合作吧。你做我向上爬的垫脚石，我做你反抗你的利剑。以后别再骗我了好吗？好。
对不起，吴天文，你不是我向上爬的垫脚石，你是我刺向敌人最锋利的刀。在作为丫鬟被赶出去之后，我以少帅女朋友的身份回到了这个家。向各位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顾婉仪。真没想到你们俩走到一起。因为我喜欢天灵和他的钱，所以我就千方百计的勾引他，把他骗到了手。天灵，我们结婚那天我要戴金嵌红宝石戒指哦。天灵，你看看他在说什么呢？我听到了，娘，所以您更加不能破产。到时候我迎娶夫人，还得要您的帮助呢。顾婉言，你父母亲是做什么的？我母亲是闺阁夫人，优雅美丽，当然还是在她未离世的时候。那你父亲呢？我父亲，他很爱我，小的时候还请过夸赞去我们家唱过戏，不过现在他也离世。那你为什么要来芬兰？因为有人陷害我，使我们家落得一个家破人亡的地步。怎么会这样？因为一个女人，她是毁掉我幸福的始作俑者。这样的坏人，迟早要遭报应。我相信也是这样的，对吧，夫人？哎呀，不说了，瞧，夫人都受惊吓了。如果你想报仇的话，我可以帮。真的吗？我想让伤害你的人血债血偿。看够了吗？出来吧。原来是你啊，锦衣卫，终于想起我来了。花瓣妙春，你以为你跟我儿子在一起就能报复他我？我不可能就这样放过你了。我打算和天灵在一起，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把他。你敢？害怕了？珍惜现在害怕的时光吧，因为接下来我会让你痛苦到绝望，然后跪地求饶的。你跟我继子在一起，是为了跟我置气吗？督军也未免太高估自己了吧？你这样沾花惹草，就不怕夫人不高兴吗？四郎，你这是吃醋了？放心，我跟他呢，只是利益关系，仅此而已。原来你这个督军的位置，也只不过是任由他支配的玩偶。我的手上呢有他所有的，只要我有这个，就足以让他身背身败名裂。今晚在哪？我等。
你在这做什么？你不知道我这厨房任何人不能进吗？啊，我看着灯亮着，这房间有点乱，我进来帮忙收拾收拾。啊，我们走吧。你在这做什么？杜君，我当然是来找你的啦。还是你身上的味道更令人着迷啊。杜君，我还有更刺激的要跟你玩呢。来。你呀、啊，总是能给我惊喜。杜君，嗯，好。现在你相信你的未婚妻跟你的继父有奸情了吧？杜君，来抓我呀！抓我呀！不要让我抓到啊！我在你身后哦，杜君。哎，我在你身后。抓到有没有奖励？有啊。奖励我什么？你说了算，在这儿。哈哈，我要抓到你了。来。哎，被我找到了。经理，你怎么了？刚才干嘛去了？我刚才出去散步了呀。我是不是说过不要再骗我了？我看到你跟我爹在书房。既然你都知道，那我就不做任何解释。为什么？是我买的你吗？还是我的钱？都花了，继续骗我！不管你现在说什么，都不在。你。你滚，滚啊！天林，是他勾引我，我是不会接受这种贱婢的。去，这样说的。一切都是你设计的。书房的灯好像没关，去看看。我来一趟，我有东西。
我是不会同意他们俩在一起的。所以抱歉了，王令宇。我知道。所以是故意装死。你不是第一个想抱他愿意。合作愉快。所以，你手里真有三枚真珠。师妹，里面不过是几样废纸而已。我整天快点耍我！看来他根本就没有沈平原的法律证据。不，一定有。他跟沈平原一起生活这么多年，都相安无事，手里必定掌握着他的大量证据，并且足以置沈平原于死地。那他一定藏得很深。我再去找胡正廷探探口风。走开！别再烦我。妈，我说你心情不好，让我陪你再来一次。阿伟不介意。我们一起吃饭。这位是？对了，不介绍一下你新男朋友吗？啊，你误会了，我是他儿时学堂的师兄。不过，从上学堂的时候开始，我就已经很想他。天明哥哥吃这个。师兄，水果吗？我问你。子晴。嗯。我们结婚吧。结婚？好啊。届时，我们陈瑶顾小姐也来参加。好啊。那我可以带家属。好好好。天灵哥哥，你的手又流血了。你可是保家卫国的少帅，怎么能这样随意对待自己？我去趟卫生间。少帅，你来啦！如果你想报仇的话，我可以帮。真的吗？我想让伤害你的人血债血偿。顾婉一，你在犹豫什么？清醒一点，你要做的是报仇。真不愧是你啊！这才几天，就勾引到其他男人了。你不早就知道我是吴怀宇，干嘛一副后知后觉的样子？真恨不得杀了你，也感受一下心痛的滋味。活法完了吗？我可以走了吧？答应我，今天书房的事是最后一次，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做不到，因为他对我还有利用价值。有时候我挺希望能这样，让我还能说服我自己。我说过，我从不骗你。或许这就是我爱你的地方吧。顾婉一，我比霍真廷更有利用价值，以后你只用我好吗？好啊，你想让我利用你是吧？你真的利用我想利用？去吧。什么？什么东西在哪儿？我去拿。我不知道。但我猜测，你爹会把东西放在你娘不会怀疑的地方。
你居然让霍天雷去找沈佩妍要犯罪证据，万一他看了怎么办？我让他别看。不过，就算他看了也无妨，这样他就会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他母亲所犯下的那些罪行，知道他母亲是有多么的恶毒。也许他还会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接近他的目的只是报仇。你觉得他会站你这边吗？那不是他娘的犯罪证据。我不知道，但这一次。我想把主动权交给他，因为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人心扑朔灰色，幽蓝如墨，怎么猜透看透故事的结果。我想这里面应该是你要找的东西。看里面的东西了吗？看不看重要吗？只要是你想要的，我就一定会给你。谢谢，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你手怎么了？怎么烧伤了？阿姨，在事情结束之后，我们结婚好吗？阿姨，我们去国外定居吧。我给你穿最漂亮的衣服，吃最美味的饭。我们去最远的地方，爱情。阿姨，嫁给我好吗？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这一刻，幸福如此触手可及，可终究是昙花一现。师妹，情报整理好了，里边证据足够霍氏夫妻把老几搜查。怎么？看起来有点犹豫，心软了。思远，思远，思远，天哪，思远！我疼，我疼，我姐姐，疼我疼我。弟弟，我错了，你们还在地狱，我怎么能去天堂？接下来，你干啥？当然是让他用命来还，毕竟地狱有人在。我的婚纱好看吗？未来婆婆，什么意思啊？你还不知道吧？天林呢？他向我求婚了，我们马上就成为一家人了。没看到你跟霍春庭？这不是可能，但他还是爱我，说要和我结婚，永远离开你，心疼吗？你最爱的儿子，您成了少帅，你心中最大的骄傲，在我这儿不过就是一条狗。我去告诉天灵，这个贱人，干！我退了。你顺便告诉霍天灵，你才是引起这一切的罪人。我有什么罪？害死我父母，逼疯我的弟弟，这不是罪吗？难道你的不幸都是因为我吗？都是因为你的爹娘？你不幸都是因为我吗？是因为你的爹娘？是他们没有保护好你，怎么不配做父母？闭嘴！
他们才是你人生最大的恶人。你要报仇就找他们，你找我做什么？好啊，既然你不承认的话，那就让正义来审判你的罪行。惊喜吗？这里面有你通敌叛国的所有罪证。皇上，外面怎么突然多了好多士兵？王振军，你竟然敢背叛我！你背叛我！背叛我的人都该去死！那你的儿子呢？这份文件可是你的儿子霍天林亲自给。怎么样，被自己的亲生儿子背叛的滋味不好受吧？被自己的亲生儿子背叛的滋味不好受。贱人，我要掐死你！去牢里发你的疯吧！放开我！放开我！这个贱人，放开我！你都知道了，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便实话告诉你，我们是不可能结婚的。你母亲是这一切的元凶，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把这一切都忘，我们会很幸福的。这15年来，我都活在痛苦里，我不幸的太久了，幸福无法解救，但是复仇可以。你一直在骗我。是，我骗你又怎么样呢？这15年来，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偷走我的。你并不无辜。那你爱过我吗？从未。往事流转在你眼眸，一边遗忘一边拼凑，等我牵上可是双手，唯愿你能得到拯救。糖葫芦，哎，糖葫芦好吃。思源，姐姐成功为全家报仇了，可是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姐姐，好饿，好饿啊！姐带你去买吃的。嗯。老板，要两个馒头。馒头。他们在告了云城总督霍正廷涉嫌通敌叛国，将面临终身牢狱之灾。沈佩云竟然把霍正廷推出去顶罪，自己出来了。思源，姐姐，思源，你弟弟在我手上，想要他活命，自己来找你。别动！哼，想不到吧？费了那么大力气，还是没弄到。沈佩云，你的目标是我，放了我弟弟。放了他，你是在命令我？我已经没有退路，你们都要给我陪葬。只要你放过我弟弟，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那我让我想想啊，你可以自己打自己啊。还帮我忙。15年
我之前你们全家都斗不过我，15年后你也休想！哼，蠢货，自己守不住的东西，就活该被别人抢走。 够了，不够，跪下！你父母是个短命鬼，这15年来你弟弟过得生不如死。既然你这么心疼你父母，那我就放他下去见你爹娘。爹，快，手下败将，没用的废物。王爷。 王爷，天灵，你怎么在这儿啊？娘找你找的好辛苦啊！娘，对不起，是我把情报给了顾二爷。啊，我知道，是他骗了你，对不对？你不是故意伤害娘的，对不对？不，他没有骗我，我看了情报，我知道顾二爷的目的。 你知道我的名字，你来把情报给我。我答应过你，再给你补偿。所以你站在他那边，啊，天灵，你怎么可以背叛娘呢？我只是选择了正义的一面。娘，别再执迷不悟了，收手吧。 陈佩云，没想到你这么追我的人，生了一个这么有良心的人，他才是你最大的帮助。娘，别再一错再错了，把顾二爷弟弟给放了。啊！别！我放！我放！ 天灵，怎么可以这样伤害自己？你可是未来的夫君啊！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爹，我也想要那个金蝴蝶步摇。娘，你说过要给我的。 儿子，儿子，娘唯一心疼的人就是你了。再过几日，别说一个步摇簪了，整个总督府都是你的。 我为我能做的一切向你道歉。该道歉的人是他，你为什么替他道歉？做梦！娘！啊！奶奶说的。天灵，我生你养你，把你捧到天上。 现在你为了那么一个女人，你就这样对待娘吗？自始至终，这些都是你贪婪的恶果，你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你的行为付出代价。够！跪下！不够！跪下！跪！跪！跪！ 这一巴掌是为了我爹娘，他们本来可以幸福美满，却因为你嫁错人了。这一巴掌是为了我弟弟，他与你无冤无仇，我弟弟一代就这个样子了。这一巴掌是为了我自己，我本来可以幸福美满的人生，都是因为你毁掉这一切。
斩复仇的结果只有两种，要么你死，要么我们大家一起死。百叶，复仇本来就是我的错，我没得选择。想要得到我的原谅，不可能。你知道吗？从一开始，我就特别喜欢这个蝴蝶不要。既然一切是因我而起，就让我来结束这一切。经我，祸福沈飞云盗取军机情报，通敌叛国，证据确凿，带回去终身监禁。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沈飞云，或许死对你是一种解脱吧。姐姐，卖报卖报！云城总督霍正廷及第一夫人沈佩云通敌叛国，证据确凿，终身监禁。原总督顾怀安沉冤得雪。过来，哎，来了。爹娘，女儿为你们报仇了，你们终于可以瞑目了。思源，嗯，报纸上的这位哥哥在姐姐那天晕倒之后去哪儿了？没了。没有了。爹，对不起，是我过分了。娘。爹，娘，锦月终于为你们报仇了。为顾家158条人命报仇。嗯，锦月，思远，快过来！锦月，姐姐，快来！爹，娘。这只是这落
我还有五年加爱我的话，就放我娘一条生路好了。杨然，他一次都没有爱我，启动。 结束，我的才刚开始。